好，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一下焊接完成以后的后续处理问题。像这种外角或者平焊，焊完以后，很多人说，那我用抛光啊、打磨啊等等方式，有很多方法可以来处理。可是像这种内角的话，抛光打磨它一个方法比较困难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我们一款机器，叫不锈钢焊缝清理机，它可以给快速的去除掉里面的这个印记，而且对于板材本身不会有很大的色差。好，我们待会儿来试一下。首先用电线夹夹住这个弓箭，只要导电即可。这是清洗机的毛刷，沾一点我们的焊缝清洗液，轻轻的刷一下就可以了。刷完以后，用清水喷一下。好，这个已经清洗完成了。有人说背面可不可以清洗？当然可以了，轻刷两下即可。咱们再用清水喷一下。